姐妹们，今天这一款下身裙呢，你们一定要收藏起来。这一款下身裙呢，绝对适合你们要休闲穿、上班穿，或者是 for 一些 event 你们要做一些搭配穿，都很适合。这一款裙子呢，我们用的面料是那个锦棉面料，锦棉那它就是有弹力哦，带点厚度、挺度，所以呢，穿起来的整体的版型是非常的好看的。裙子的长度呢，我们也把它做了出了调整，所以呢，我们最小码开始的是从16寸开始。像我现在穿着 L size 呢，它的长度就是16寸半，所以呢，姐妹们，你们上班穿呢，不用担心它会过于短的这一个问题。颜色方面呢，姐妹们，我们就帮你挑选了最好搭配的颜色，当然是黑色、白色，还有我手上这一个暗粉色。暗粉色呢，你可以上身是当你是深色的，或者是当你用来搭配白色、米色的时候呢，是很适合的。就像如果我上身现在穿着黑色来说，你搭配了这一个暗粉色呢，就整体显得很出色了。你们可以看到呢，裙角的方面呢，我们这边呢稍微做了一点弧度，所以呢，你可以看穿起来呢，这边呢就显得比较柔一点。这款暗粉色的裙子呢，皮肤偏黄，穿起来也不会显黑显脏的哦。所以皮肤偏黄的姐妹呢，一样是可以戴这个颜色的。这款裤裙呢，我们做了单边的口袋，口袋就在左侧这一边，搭配了同色系的里裤，面料一样是有弹力的。而且呢，我超爱这款的版型，它的版型是属于是高腰设计，裙头这里呢，我们特地把它加宽了，这样子它收腰效果会更加明显，更加的显瘦。再配上它的 V A 版型呢，整体感觉真是一级棒。右侧这边呢，我们有加了3粒金属纽扣作为点缀，纽扣上面它是带有一些编织的细节，所以它整个感觉是非常好看精致的。穿的时候也可以像我这样搭配一个小背心，这样子穿呢，我们就可以休闲穿搭。如果是像 Peggy 刚才这样子，它一个外套呢，你就可以拿去上班穿哦。size 它就是有 M size 开始到 XXL，我穿的是 M， Peggy 穿的是 L。